ご覧の番組はシアオシー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QTR、七海八極拳、静か論。要开场吗？刚我已经忘记怎么开场了、欸。这是什么？你要卖多少？卖多少？哦。好不好？今天来拍一下，很久没拍了。2007年的 RX350-4WD 空格、哦、空格，先总统，那要排在最前面好不好？是吗？3456立方公分，2007年的，好不好？来估一下，这个车我很喜欢买。这个车我们怎么买哦？一定都十几万而已。那大概检测完卖个20几万，舒服。真的啦，而且这个车哈、喔、本身它毛病少。雷克萨斯是什么？高级 Toyota。高级 Toyota。Toyota 除了不会坏以外，人气还冷到靠背。开车要戴口罩，穿羽绒外套。哦，出去又有派头。哇，你说啊，你男朋友开什么车？我开雷克萨斯。哎、欸，好像也不错。有没有？就有一个女的嘛，说这个这三年来哈、喔，我男朋友从纳智捷换到马自达三，换到奥迪，换到雷克萨斯。哇。你男朋友做什么？怎么赚那么多？啊，没有，我换了4个男朋友。虽然是老雷，不过我觉得还不错。这个3.5V6的，好不好？我们来先来看一下外表好了，按部就班来。哎，不对，先看里程，看半天，哇，好棒哦，好漂亮哦，就要跑30万，搞屁啊！不会啦，这内装看起来有没有了不起20万？哦，这个上下车的地方，这个跟泰山的蓝蛋一样，有没有？啊，会痒就这样抓，啊，还是这样抓。好，那你看这个手扶手的地方有没有？依照惯例，跟泰山的包皮一样，松松的。我猜20万呐，你猜几公里？猜18好了。哎，你看这椅子推那么后面有没有？你刚有拍到吗？刚刚椅子很前面。一看就知道什么，你知道吗？计程车。一般这个椅子推在前面是什么？有带老婆都坐后面，小朋友坐后面，对吧？我这预测正确吧？对对对对。好吧，第二个就计程车嘛，158000公里。所以你刚刚说多少？18。哦，那你比我还近呢。我刚刚说多少？20。泰山，他妈拍着拍着也会估车了呢，哈。哦，你看他这个很注重哦，他下面 Lexus 原厂长毛地毯还在，然后他上面又再垫了一个这个。那19000嘛，看一下这个外观，先看，好看外观有没有擦伤？哎，要掐哈拉少，前面要管啊。哎，好像龙博阿诺呢？哦，有啦，这里啦，这里有点擦伤，有补漆有没有？这个有补漆啊，有补黑漆。妈，这里有点补点。哦，这里有一点补漆啊。这边。对，哦，这里都一点点，一大起大力。对，多惨。哦，还有边条啦。整条都是吗？对，哎，其实还蛮多的，你看，哎，黑色还不容易看呢，这里也都是呢。有没有是规的？对，碰拍呢，吼，这嘛，这都是呢。啊，写出来看练，2016年的呢，也有一点年纪的，碟盘还蛮 OK 的，大灯也算精神，哈。好，再来看板件，没拆。哦，有要顶杆好的，哎，灯来一下，我没有带手电筒。哦，没拆，有没有？没拆。哦，按着条码在，没拆，好，没拆。贴纸在，贴纸也在，哦，这边贴纸也都在，有没有？嗯，然后这边也没拆，条码在，哎、欸，大灯还原厂的，对吧？贴纸嘛，这原厂贴纸嘛，啊，那边也还在，来看一下，这边也还在，所以这个代表什么，你知道吗？就前面都没有碰撞啊，啊，照一下我看有没有漏油，哦，干巴巴，哦，高级头盔啊，就是不一样啊，欸、真的干的。哎，2GRF1，你看，它引擎代号，看到吗 ？GR 啊，我们再把 GRI 啦，对了，这里也有，这里，哦，看这很多哎，我觉得很多，它是遇到冰雹是不是？哦，这里也有，哦，不是冰雹，哦，冰雹是遇到冰雹，哎，看这不是应该有电尾门吗？为什么？有啊，他为什么用手扳不行？哎、欸，拉帘不见了。雷克萨斯牌子，前进顶。哎、欸、啊，我这干，那我每次都忘记，这是用按的。高级，这一个高级头盔，有没有？啊，不是啊，他后面有没有装过？这个怎么看？要跑个螺丝啊？哎、欸，
河南龙的呢。哦，我要拍了。拍过来，看有龙不？拍来看。照一下后排板。哦。照一下这里。啊。有没有？有看到板机吗？有怎样吗？没有。没有哦。嗯。好，干有钻撞你的哦。好，好，开启平身。谢。平身。谢老板。大家就看内装了哈、哦，十几万的车，对不对？除了椅子啦，好、哦、后座我看一下，哎、后座其实说实在还是挺不错的，虽然他们主要都用后座，可是后座椅子看起来是还 OK。OK 啊。不过我觉得整体来讲，你看这门板后座就比前座好很多好哦，副座其实也不太行，有没有？副座这里其实也是没有驾驶座那么严重，可是还是有，对不对？我想这车很会坏什么，你知道吗？天窗很容易坏。哇，你看不开了，不开了，就这样。我一说就中，绝不是 C 的。我跟你讲、嗯，这批雷士叉是我卖很多、嗯。我们以前的奶茶，珍珠奶茶，对，这批的天窗就是都很容易这样。哎呦，还是过了。我们要硬开啊！刚刚卡住有没有？干，回不来、嗯，就拿钱跟人家买了。啊，板子哎，板子他自己拉吗？自己拉。哦，好好好。这台车有几个还不错的啦，一个就是它也是电动调整的，嗯，哦，当然双前座电动椅嘛，对，雨刷大灯清洗器在这边嘛，好，啊，这个配备什么 ，Bluetooth， 好 ，CD 式的手机夹嘛，嗯，你知道这是夹 CD 的，哎，哇，啊，这把就别来了，你看，可以到，啊，倒车影像嘛，倒车影像。图纸就固哎啊，阿伯，这个搞不好他妈出去还画，这边还有地基楼呢。我跟你讲，双区恒温空调系统，嗯，对不对？然后这个后座出风口也有，该有的都有了。高级饮料自备架这边有一个，搞定了哈、哦。看完了，轮胎不行了嘛？外观大概花个四五片。这个现在目前哈、哦，2007年的市面上我们在交易的行情应该在15万，15万便宜呢。买一台3500cc V6， 你去买二代 CI 就要10几万，那个妈的又没隔音啊，又没安全性啊，气囊又少，就双安而已，空切身又大又轻薄。这个虽然3500cc 我们是买10几万啊，但是我们7颗安全性囊、啊。7颗，6颗，拍起来6颗安全性囊、啊。跟正配备又多，电动椅、全景天窗、双区恒温、后座出风口、电动后尾门都有了。当然会，人家会讲是税金钱跟那个油钱嘛。可是我觉得是这样啊，我们不要说跟二代 CRV 比、啊，你买三代 CRV 大概要花到30万吧。如果我有30万预算，我也不买三代 CRV， 我也是买这个。我们买15万的、啊，客人买可能20万二十出头，那二出。你叫我买30万买一台 CRV 三代，我宁愿花20出头买一台这个啊，剩下的8-9万足够我付个2-3年的税金，好啊，当然加油钱就再不够一点，那2年嘛 ，OK 嘛？不是，干，你看你身为一个要开休旅车的人，对，你 CRV 税金一年17440，然后这个1年38000，差2万块一年的税金，那我不能这样算哦，那我们不能算38000，我们要算2万的税金，那税金。差10万可以差5年，干，你真的懂？你懂我在讲什么吗？不太懂了，数学问题我真的不太懂。30万的 CRV 三代，好，假设20万的这个，我要买这个，为什么？有人会说税金贵，对不对？可是你买 CRV 的税金就要17000了，7000多了，这个税金一年是38000，所以一来一往差多少？2万块的税金，等于你舍弃 CRV 不买，30万 CRV 不买，你买这个，你一年要多缴2万的税金。嗯，问题是这个车价便宜10万，所以除以2。是不是得5年的税金钱？对，不要说5年税金钱啊，你把油钱也算进来，再除以2，至少足够你2年的这个税金跟油钱了吧？对，懂了吧？懂了。但是呢，还有但是啊，这2年多的时间，你的家人是在一个更舒服的车子上，隔音更好，更加安全受到保护，真正的皮椅这样的一个顶级的空间里面度过这2年的时间，值不值得？值得。值得、值得、啊。那野马要不要换这个？不要。换句话说，泰山的野马40-50万，对不对？嗯。这个才20万，要买野马吗？一般正常人来讲，应该是不买野马的。哎、欸，二姐，我跟你讲，我们这有高级脚踢尾门，你知不知道？有。有没有？哦。等一下，我刚趴下去，怎么没有开？啊、因为、啊、已经开了，因为我按钥匙。啊，我去跟客人敲价钱了，好不好？我预计跟他出个12万好了。12万，
会不会太低啊？那还好吧，跑时59,000，外表花四个轮圈 ，OK 啦，12万开始谈啦，好不好？反正最后了不起谈到13万，我们买嘛。真的啦，这回来整理整理 QQ 的每家20通吧，应该是没问题，好不好？我去处理，等我哈。QTR 七海八極拳静か論。车主，香港人啊，香港的，你是讲广东话吗？我是。不是啊，识听唔识讲，唔识讲，识讲唔识听，识讲又识听，哈，这嘛广东哎、欸，我们也是有点涉略的哈。单靠那边的宝宝的歌曲，我有没得带着你来，很想要声跟你找啊啊！你知道在念什么？我在唱歌词啊。这一生又在争取，这分钟可关键谁？我时时陪到你不哈睡去，彼此为着目标相距。我在唱歌，你在唱歌嘛？不是在讲话呀、啊。讲你有个最美的还好。讲你有过一些风雨忧愁，讲你追过痛过的最好，但我发觉生你不能没有。不要再唱了，啊，不会了吧？不会，不会，啊，我还会很多、哦哦、啊。广东话我不是啊，莫再提莫再讲、哦。这个夫妻俩，这个在台湾定居买，哎，他们才买没多久呢，买一年多而已。那、啊、当初也是在二手车行买的。哦，那最后这个已经成交了啦，我们当然也是跟他一阵的寒暄嘛。嗯，所以进去就是你记得吗？刚唱那一串给他听。哎呀，普里大街啊！你不要骂人哦。没有，普里大街。哦、普里大街。哎呀、哦，特产是什么？普里老街，老母鸡包饭啊。是什么意思？普里老街老母鸡包饭。有很像他骂人吗？可能有。真的有这间店吗？没有。毕竟我们曾经也是被称作这个文山郭富城过嘛。哦，对不对？所以这个稍微有拉近一点距离。最后、哦、我们跟他成交的价格就12万。我一去吼、哦，这个价钱一讲，他马上就没有第二句啊。小志，我们看你影片很久，好，当初买这个的时候还没有看你影片。我说，哎，香港人看我影片没问题吗？没问题啊，看得懂啊。没有，他买的时候还没有看。要是他买的时候有看哦，这个当初就不会在那边买。在车他车行买回来之后啊，陆续花了10几万。他有说要修什么？对，所以他说你刚刚看那些没有漏油啊，什么底盘的东西啊，刹车来令片、刹车碟盘啊什么，他都修过一轮。最后剩下这个外观，本来想要整台烤漆啊，他说当初车行交给他就是在合约上面就写现况交车不保固这样，所以就什么都不管。他以为台湾卖车就是这样。哦，那真的是没有看你的影片。他老婆在旁边念他说，你那时候如果知道小事你就不会这样。他一年多的时间花了10几万整理这台车子，不过他们是真的看得出来很喜欢这台车。嗯，那他为什么要卖？啊，因为他回香港了，他这个老婆的母亲吧身体不好，要回去照顾他。我说那不接他过来吗？他说他母亲就怎么样都不肯过来，所以他们只好回去，所以才卖掉。所以我们也只能叫他加油。你要回香港，我也没什么礼物送给你，我只好送你一只黄色的雨伞。是啊，是黑色、黄色、黄色的、黄色的啊，是啊，啊啊，不好吧？啊，不好，是不是？对对对，一出关就被抓走了，奇怪，我喜欢黄色不行啊、喔，好不好啊？这是最后成交价格就是这个12万元啊，那跟大家分享啊，回来整理整理，好不好啊？卖个20出头万，应该可以赚一点钱来贴补一下公司开销，好不好？那喜欢影片记得订阅、留言、开启小铃铛，倒赞的都倒羊。好，下次见，拜拜。拜拜。还有，哎、欸，在二手车行买的，我觉得里程查一下。我觉得在夕阳。安座，哎呦，红的。他109年买的嘛，5月7号被调成15万，27万被调成15万，对啊，他这怎么可能买12万？不行不行，再我跟他讲一下，当这件事情没发生过。哎，27万剩调了到12万，所以他现在15万，所以他现在还是27万多，真实的里程应该还是27万。嗯，干，我刚刚就说20万吧，还是差了蛮多。他还整理过，他修饰过。我去跟他瞧一下，车还你，钱还我，好不好？大家这个买卖不成仁义在，那边呢？不行啊，等一下我再去跟他瞧一下，这不行。妈，好险我有记得查，可是合约签了呢。那怎么办？我去处理，回去。好啦，去年哦买了差不多快30万，他把之前的合约给我看，果不其然，合约的最下方写了一条，我常常在直播跟大家分享，此车由双方点交确认无误。
现况交车不予保固。你如果被写现况交车四个字，代表就是你车牵走以后红干随人，你知道吗？我知道，就是你表不准，当过计程车什么都不干我事，大撞都不干我事，你回去修都不干我事。然后我现在就是车还给他，钱还给我，那他的意思是说他们也要回香港，他们一定要处理这台车子，那就一直拜托我。他说他们也第一次在台湾这种买卖，我真的觉得哦，丢台湾的人。他说他们在香港从来不知道会遇到这样的事情，还有调表这件事情。他说在香港调表罪也很重。我说台湾本来就是妈诈欺之岛。他说他在他们香港那边就是哎，大家看好也不会骗你，大家车看不误就牵走。他是这样讲啊，他说他们没有想到台湾会有这种情况。因为我们要这样跟客人讲，为了怕不让客人觉得说我们是想要占他便宜，因为你现在去说，你表不准，我要扣你钱，那代表好像我想多赚，那不是，那大家不要买卖，我还你，你大家都不吃亏，对，我没有关系嘛，我不是说我要占你便宜，所以我通常我们遇到这种状况，我第一个我就是跟他讲说，换回来，想说你在钱跟车换回来没？因为这样才不会让人家觉得说我要硬扣你的钱啊。啊，可是客人一直说啊，你换回来，我也得去卖别人啊。我说，因为你去给别人，别人也跟你说表不准杀价，那是他的事情，不代表是我硬要扣你的钱嘛。对，我们不是那种人嘛，我们一台车没赚没关系的啦，就是我们商誉比较重要啊。可是他就是意思就是说啊，这个也不知道台湾买卖车会这样啊。那我说我也只能替台湾这边的车行跟你抱歉哈，第一次让你这个国外人士来台湾交费二手车就发生这样的遗憾的事情。不过你放心，小四还是一直在努力，希望减少这种事情发生。然后这个乔到最后他的意思是说，可不可以不要扣钱？我说不是，讲难听一点，钱一个人已经赚去了，然后你被他骗了，那没有道理我来陪你一起背啊？为什么我要莫名其妙我必须要背这个罪嘞？反正讲了蛮久的啦，到最后我是跟他讲说不行啊，你一定要给我差一些钱啊，因为这些钱我是要反映给我下一个车主。很简单嘛，比如说我扣了三万剩九万，对，我整理，我也是卖十几万，对，然后我跟人家讲这表不准啊，因为表准的话，他如果真的是跑十五六万，我们整理好出来，我们可能要卖到20万、21万、22万。我现在因为你的表的关系，那我就便宜卖，那我诚实的跟人家讲，他发生过这个情形，那能接受就买，不能接受烘干，对，对不对？我们现在的那个叫什么？直角？我们现在的这个招牌的信用度，难道只值这一台车一二十万吗？不是嘛？我可以宁愿一二十万不要赚，但是我们要保护我们的招牌，保护我们的商誉，信誉不是吗？是商誉的信誉。信誉。很难过啦，其实有点难过啦，因为他们夫妻俩就是真的也确实是都不懂车子啊。他说啊，我们回来也确实也花了十几万去把漏油什么底盘都弄好，所以也不是没花，这样赔太多，他真的觉得不太能接受。所以我说我出来再讨论一下，我是希望能够比如扣个三万这样，九万块，他回来我们来卖个十几万。我是不知道还有没有要整理什么东西啦，再进去继续第二波再瞧一下。我本来以为他妈的可以结束了，没想到搞这一波是怎样。我想总比他回香港好，等他回香港才说表不准哎，我气呀啊，找不到人，你再这样子的话，这个我要叫公安去抓你了。啊，搞定了，大家就五六不能往，这个最后成交价格变成10万微调回来，我们应该要卖吗？要卖个十几万嘛，赚个服务费这样。本来想说可以削一笔的，你看如果12万表准，等你往卖个22、23万，其实还不错赚。对啊，现在表不准，你一定要应该是卖不过20万的啦，到时候看卖个十几万就好。啊，如果有兴趣的自己再上架。啊，基本上这个车我们卖，我们也不可能保固了。我没有保固，但我怎么保固啦？我跟你讲，我们常常哦，我们固设第一件事，其实有时候要问人家说，你是买新车到现在还是买二手？啊，买二手你在哪一个县市买，哪一个地区买，或是甚至哪一间店买？我跟你讲，你跟我讲，我大概就知道七七八八，不要久了啦。我一听我就知道这个要仔细看哦，要仔细查哦。所以他刚刚一讲在哪里，我就不方便讲。讲了啦，不要讲比较好吧？对啊，某地方嘛，这样算讲了是不是？那么多地方都有车行，奇怪了。不要啦，这个好，还是不要讲，这低调好了，低调好了。那等一下又说我们在他妈的危言耸听，可是这事实啊，而且我跟你讲啊，这间车行我他妈不是第一次遇到了，之前还说他妈的我们会调他的车来卖，我都不想讲。在外面客人去看车说，哦，小四我很熟哦，我们都有做生意，你知道吗？哦，他都会跟我调车来卖。你都这种车，我是要跟你吊车哩，有没有搞错啊？我已经听过好多次，很多客人都会来求证。我跟你讲哦，
那是聪明的有来求证哦。妈白痴以为他这个小师朋友去跟他买车，搞不好妈也是有哦。所以这个小师汽车哈，仅此一间，别无分号，好不好？你若看到小师汽车的分店，一定是在卖婚的，不可能是卖车。好，大家认命，不要被骗哦。哈，都说什么小师跟他吊车没有那种东西，好不好？他妈我车已经一两百台了，我还要再去吊，我妈的我。生活已经够苦了，不要再弄了。好啦，啊，这个倒站都倒羊了，好不好？好，下次见，拜拜。这个我还会这个凡心一碎，奇经一追，狂风在狂街灯穿街啊！今天我喊夜里看谁飘过，我一只哎，上面上面星啊飘远方，风雨里追赶，梦里喊不清影踪。你刚才用唱的好不好？QTR 七海八曲拳静香龙。